大家好，我是吴柏。哎呀！今日咧要嚟做咩咧？今日咧就要嚟教学啦，睇下呢个咁样嘅波啦，就系一个智力球嚟嘅，佢系可以解开噶。首先咧。第一步呢，你要找到一个橙色的位置，即是有一个窿的，就是只有一个窿，就是这样。可能会跟我的色可能会跟你们不一样，不要介意啊。就要找一个窿，跟着有第二个窿的，跟着按第二个窿嘛，那它按不到的嘛，就即是不是那个窿了，是这个，这个可以按下去，就即是这个是窿了。OK， 所以你先找到一个的窿，跟住再睇下边个系可以咁样入去。跟住咧，首先咧，跟住就将呢个揿啦，揿。不过又冇压住呢度喎，咁样咧就拣唔到嘅。揿佢，跟住咧就会有呢个出咗嚟，跟住就掹佢出嚟，跟住第一块就搞掂。算是最簡單的了。跟住呢，你就要找到呢格，即是啱啱嗰個窿啦。首先呢，你往右移咁就得㗎，即是咁樣往右移，冇往上喎，往上你就唔得㗎，下都唔得，往右，跟住就開到啦，第二塊。跟住呢，第三塊呢，就係呢個有兩隻好似眼咁样嘅，跟住都系咁样往右，跟住咧呢个好简单啦，呢个绿色往后吞出嚟咁样啦，跟住咧佢就会成块，跟住咧你就咁样啦，跟住咧你就再咁样，跟住好容易啫，都唔使我教咯。OK， 跟住要点砌翻佢咧？砌翻系最难嘅。OK， 首先咧，你要揾到呢块好似呢个咁嘅形状，有咁样嘅窿。跟住呢度好似咁样啦，你可以揿暂停，你睇下你嗰个啱唔啱。跟住咧，你就要揾一块白色嘅咁样。都是按暫停，跟住呢你呢就要將呢個砌成好似咁樣，跟住呢，哎呀，跟住呢就將呢兩個啦，咁樣嘛，跟住呢我哋就可以將佢往上就變咗咁啦，插入去，跟住咧唔使理佢住嘅，不過都係冇解開佢啦，由佢喺度先。跟住咧再玩一塊綠色好似遮咁樣嘅形狀，跟住咧再玩呢兩隻眼噶啦，跟住咧就將佢咁樣啦，咁樣插入去。好似咁樣啦，佢好容易甩嘅，所以咧你要小心啲揸住佢。好似咁樣啊，跟住咧就攞埋白色呢、這個，跟住咧最難嚟啦，就係咧插入去。嚇、啊！跌咗！砌翻落佢先。係。首先咧，呢度啦，要同佢對正個位嘅，即係佢而家係向緊上啦，你都要好似同佢一齊咁樣嘅，跟住喺入邊呢度，冇喺眼嗰度，去眼後面嗰度插落去。呢、這個有啲難，就咁樣插入去。哎咪！好像對錯位，冇啊！
我冇對錯位啊，但係點解會嗰、那個？欸，我有對錯咩？哦，咁樣。咁樣同佢插上去，咁難嘅？冇理由噶，應該係咁樣插上去噶。冇理由啊，啱噶。就是对的，为什么？喂，点解会咁噶？插唔上去嘅。就是这样啊，插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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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个插上去，诶，冇可能噶，明明就系咁。明明就是這樣，有錯嗎？哦，我真的搞錯了，是要這樣才對，這樣，我再細翻落佢，原來是這樣，然後呢，就是這樣啊，是啦，其實有個更簡單的方法的，其實有個更簡單的方法，跟住我等陣間先同你講，咁咧會變成咁樣嘅，跟住咧你再咁樣插。好容易啫，跟住咧，你再對正個位，我再俾你聽下第二個方法啊！等我一陣，首先都是這樣啦，跟住呢你要將佢即是這樣套下去，這樣啦，跟住就變咗咁啦，跟住咧，誒、欸，
陣。跟住佢就會咁哦。都冇第二個方法嘅，我搞錯咗添。又係我搞錯咗。OK， 咁我整翻好嗰個形狀先，插上去，就係咁樣，跟住再咁樣搞掂。OK， 咁今集嘅時間就真嘅，哎呀！咁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